发生什么事？你问他。就是闹鬼那天。哦，你没看 TF 少年共吗？保持刚才的坐姿啊！小凯也是靠对靠着机器对着他说话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是不是我们学长做的？嗯。所以嘛，所以才是替马的。不是马思源。开始。所以是马思源做的。男神，这都是你的功劳啊！女巫眼里的男神，你别养着这事不放啊！是谁去养的这不？王源，你情绪不对。对，你跟说你是很嫌弃，你想对，对，都是你的功劳，男神，宇文眼里的男神，男神，就一句话，记得住吗？好，不管问什么，他们都不说，我去哪儿找人啊？一直深深的什么都不敢说，该不会也会和这事有关吧？爸，哎，不会跟这事有关吧？爸，对吧？事情第一次。三二一，开始。教导处，是你吧？一定是你。我提不起来了，我提不起来。你怎么又说到美国这事？我一家人都走了，我一个人在这儿。这里。你说前几天我没来学校的时候，就已经产生我装鬼的事儿。对，上周五的事。那刚刚语文弟弟也说他一直没出家。马考出家了。出家。他胡上了。这背后另有其人。那 Carrie 大侦探，语文没有出门的话，难道是他的影分身做的吗？好逗逼呀、啊！看胡云的看多了。三、二、一。我怎么？哎。又。你在打你。装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那又是谁？我不怎么说。傻。三二一，开始。怎么可能、啊？我们俩根本什么都不知道。就是，那你俩告诉我，就我们几个人，宇文和宇浩，他的兄弟肯定不会去告密。我和宇文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也不会。就是你吧，大侦探，你想去教导处邀功吧？现在没做班长心痒痒，想趁此机会当班长，当学生会主席，当班长委员会主席吧。是语文自己去的，张老师说的。什么事都耐吧。语文是傻子啊，他考试作弊都这么害怕的人，他会自己去教老师说？就我们几个人，宇勋、宇豪是他的兄弟，不会去告密。我和语文从小一起长大，更不会去告密。就是你想去找教导主任邀功吧？不是，就小凯，你保持你看着他的姿势。
buy the tin. Money can't buy you back the love that you had there.